烧烤味的黄花鱼丸，你们吃过吗？这是我们家的黄花鱼丸，这包鱼丸呢，足足250克。我们的鱼丸鱼肉含量80%以上，这里不是脏的哟，它里面是葱花哟。今天三姐给大家做一个香酥鱼丸，我们先准备一点葱姜，驱寒去腥。油锅烧热，加入鱼丸，放点姜丝，把鱼丸炸至金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注意小火呀。加入大蒜，放入大葱，我们放点孜然粉，加点胡椒粉，这个鱼丸真好吃，酥软香酥，带点烧烤味，孩子们绝对喜欢。这么好吃的黄花鱼丸，39.99两包，今日下单再送两包，还给你顺丰包邮到家，你也来份尝尝。